规矩。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还是就是知道吗，云云看到我怕了，给我写了一堆规矩。我觉得应该不是针对我。我真容去了，我就会开摄像头。你想想看，我要是花了几万块钱在脸上，或者几千块，我干嘛不开摄像头啊？我这明明是，对吧？就没化妆。不是，是因为要播这个内容，现在还不能开摄像头，然后听说很快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这个音乐太吵了，我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你们现在都几点钟睡觉？以前我直播间的人都是晚上3点钟睡觉的，现在都几点啊？我今天开播之前有人跟我说，哇，我现在都是晚上10点钟睡觉的，熬不到你直播了。听说现在都是这样的吗？还是我被骗了？
的时候发现有一种蜡烛是木头性质的，然后能发出这个声音，我就很兴奋。我其实主要是我看到上面写的低温蜡烛，我就很兴奋，因为我很喜欢点蜡烛，然后我又经常被蜡烛烫到。我没整容啊，我倒是想整。好，接下来刷一下你们耳朵。
就好好说好这个名字，然后不要说话。今天不要说话，我看着心里难受。那是我的名字。谢谢我的老伙计们今天开的见证。
过一段时间就有摄像头了。
有一种仪式感，就觉得好像就是自己在对自己将要做的决定有一种很认真的感觉。目前为止我感觉好像有点傻逼，就是好像不花这些钱，这些声音更好听。什么？
什么？
谢谢美年达。
换一边戳，换一边继续戳，真的好神奇啊！你们现在没有看不到我的样子，我真的就是就很想戳你们。
谢谢你的点光之意。别把那留言挂那儿，别。
歇歇，喘口气。
要当，我不要当你们妈妈。完了，在你们杀妈妈的时候，我的人气掉到了十三。谢谢江友军的见证。杀走了15000人的，懂吗？我才失踪1年半啊！1年半不是15年。现在我已经给你们套上了膜，然后给你们套上了一层保鲜膜，然后
鸟有事的见长，然后好像说点什么。其实差不多一天一个小时也不可能20万吧。哇，我开电去了。我拿了三种喷雾，看看哪一个射出来的声音比较好听。音乐响了，谢谢。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不是直升机那些，是按摩耳朵。不信你们听，我真觉得我按耳朵按得很不错啊。我今天先找一下做这些道具的感觉，按摩一个吧。喜欢你们个问题啊，现在的人气
天的刷礼物就会这么掉的吗？就现在直播区那么坑的吗？就一定要用这个礼物维持的吗？有没有老混直播区的，就常年在直播区各个直播间逗留的老色批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Hello，谢谢，我是天真。
是有个建成群。然后已经在建成群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啊。认识没有啊？的确没有什么福利。我的建成除了被我经常拿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骚扰，我一般没有问题，我是不会。除了要回答我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听我吐槽店里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被我偷一点表情包，就其实还好。不过我最近准备开始给舰长们送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特别喜欢给舰长们送沙雕礼物。哎，这不是福利 哦，但是那种就是什么写真福利啊、音频福利，那个没有。我是个连自拍都很少拍的人，音频也没有，我的音频都在 B 站上传了。对，但是我很喜欢给人送沙雕礼物。我最近准备给我的舰长们送一些豆腐，让他们吃点豆腐。我今天已经试过了我订的新的豆腐，挺好吃的。谢谢狐狸精的舰长。